腿绷起来。林公子，你刚刚是想检查这个位置吗？是的。哎呦，你打打你！老夫人，得罪了。林公子问老夫人，最近是不是腹痛腹泻、恶心呕吐，伴随着转移性右下腹疼痛？什么？六十老太突然怀孕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我不去找医院，别动。老夫人，快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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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忍着点儿。哎呦！别怕，我要你的刀。老夫人这个不是胃疼，是急性阑尾炎，已经高烧不退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不过还好是个小手术。手术？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帮忙啊！只能勉强拿这些当无影灯了。无影灯？嗯，如果真的有无影灯就好了，不仅可以照明手术部位，还可以尽量避免在操作中阴影产生的干扰。沸水蒸煮，这个你说过，消毒。你去吧，这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怎么，想金盆洗手啊？比起他，我更担心你不 OK。手术开始吧。
你们两个，得老夫人做了些什么？相府都已经搜遍了，那么大一个密室，难道真的会凭空消失吗？ 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怎么办？会很麻烦。每个灵雪阁之人入阁之时，收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自己的骨灰盒，这是为了告诫我们：我们为任务而生，也得为任务而死。 可万一李相已经不在府上，我们入府时日不长。李相既然设计了这么巧妙的机关，在没有找到更安全的藏身之处之前，他应该不会就这么仓皇离开。也许我们还有机会，只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还没能好好跟你在一起呢。有花香。嗯，应该是从月堂飘过来的。我第一次进府的时候，就有一些花瓣飘过来，我闻到过。 你确定，那天有花瓣飘过来？阑尾是一个小的管状器官，位于大肠的起始部分。虽然呢，阑尾被认为是一个附属物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没有明显的功能。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它可能在免疫系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。尽管阑尾可能没有明确的功能，但它的炎症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因此，通常情况下，医生不会主张预防性的切除阑尾，因为手术本身也存在风险，且手术之后还有可能出现并发症。